现在好像说什么观众朋友们都能猜到。吃的喝的应有尽有。嘿嘿，带了个最大的帐篷。哇，我真聪明，一个人在外面露营还是有点怕怕的。哎，在难死我了。好累啊，好饿啊。洗手间停电了，哈哈哈！啊，不能戴手套，可以穿上。对啊，嗨，老板。耶，啊，惬意。太惬意了。OK， 我现在收拾完，准备出发去伊犁啦。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岂有此理！北疆篇的最后一站了，我们要前往下溪。冲！